Hello，新浪娱乐的朋友们，你们好，我是于文文。对的，算是年前最后一个大型的活动了，非常的说不出来，就是不一样，因为今年是一个特别忙碌的一年，然后呢，也是非常的满载而归，收获满满，然后也学习到了很多的东西，也交到了很多的新朋友，所以在这一年的最后一天的工作，就会觉得特别的恋恋不舍。其实我是个工作狂，所以很少有闲下来的时候，过年过节也很，除了这种大节日之外，可能都在外地工作，所以能够有机会陪陪家人是非常开心的，但突然间没有了工作，又是有一点失落，所以很复杂此时此刻的心情。放不了几天，因为我马上要进组拍摄我们的前任四电影了。我觉得先留一个悬念，是情节的部分或者说剧情的部分不剧透，但是透露一点，就是有可能会给这个电影再做一首新的主题曲，我觉得这个是很有可能的。因为毕竟大家知道我的时候是从体面开始的嘛，那体面也是为前任三而创作的电影插曲，所以这一次前任四应该还会在尽我全力去写一首，希望吧能够超越体面的歌，也是希望大家能够知道于文文呢就不只有体面。我估计这次不能仅仅局限在分手应该怎么样了，应该体面是不是，这次可能就是成长了，因为林佳经历了4到5年的沉淀之后，可能他有了对婚姻也好，对爱情也好，都有了一个新的认知，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跟着林佳这个人物角色，能够体会各种各样的，就人生百态吧。女人不是只靠恋爱的，就是其实可以靠很多地方得到幸福，比如说自信啊，自信的女人就是最美的嘛。好多老朋友，刚全是老朋友，一进后台，你看啊，第一个碰见的李斯。然后呢又碰见了毛毛毛不易，然后呢看见了阿娇，然后包括薇薇姐，谭薇薇姐是，然后 BB 都是好朋友。唠什么，就是结束活动大家去哪儿聚聚啊，挺有意思的啊，能约到都约到了。哦，对，我刚刚还忘说了，还有恋恋留恋，对，在房间里遇到的。我觉得首先是就感恩吧，因为一个歌手可能会通过很多地方被大家知道，可能是综艺，可能是一首歌，可能是 OST 等等这样的机会。我觉得我算是比较幸运的人，就是我自己的创作啊，不管是自己的创作，还是今年准备去筹备的新的专辑，还有新的巡演，都能够被大家所期待。我觉得这是一个对于歌手来讲非常荣耀的事情，而且还能被这么大的一个权威的奖所肯定，给我颁发一个奖的话，我会觉得非常的荣幸和感恩。就是等于说这一路走来，你会有不停的人在关注你，有的人可能是从一部电影，有的人可能是从一个电影插曲，有的人可能是后来你去的某一个综艺。我是觉得我其实一直都没有变，就像我在乘风破浪总决赛上说那句话一样，就是我其实一直是一只刺猬，只是大家看到我的角度不一样。有的时候我会把自己最柔软的那一面，肚子那一面展现给大家，那大家就会觉得这个是这样的我。很感谢有这样的一个综艺能把我最柔软这一面展现给大家，不然可能大部分人会从那个外面很冰冷的刺那个方面了解我，觉得这人怎么这样，对，或者说很高冷啊，有距离感等等等这样的一些评价。所以其实你不了解一个人，你没有办法那么了解他，是因为你还没有很多的地方可以认识他，所以我觉得这样的节目对我们很好啊，很友好。它可以把你最真实的那一面最快的一个速度展现在大家面前。
其实大家想多了，因为那个时候大家太忙，可能都没有时间再看那个，看自己的节目。我们都是每天埋头苦练，就是练舞啊、练歌啊，还有人在练乐器啊，就真的非常的辛苦。可能那个时候大家太投入了，所以所有的精力都集中在那个上面，就没有再去想说我在大家面前什么样啊，大家喜不喜欢我啊，就根本没想到那儿。之前不是就被叫说鱼丸丸吗？鱼丸丸，鱼丸丸，就刚给我起名的人也在后台呢。刚刚不是打招呼了，晚上，对，晚上约好了还要去吃鱼丸，是吧？对，所以这个蛮有趣的，我觉得就是很不经意间的，可能一些小东西会被大家 pick 出来，然后当成了一个可以叫很久很久的一个名字。我很珍惜这样的东西，因为它不是一个小时候被嘲笑的外号，而是一个大家就是为什么会叫它昵称，是因为大家溺爱你，所以才会给你起的这样可爱的小名字。是吗？会有吗？没有。我觉得除了玩玩之外，还有什么语文啊，什么就其实还是蛮多。我觉得大家脑洞还是蛮大的。玩酱，就是什么各种丸子，酒酿什么小丸子什么。23年一定会有音综类的。以节目去，因为本身我很爱唱歌嘛，也是歌手出身的，所以一定会去找一些，很不错的、很棒的音综类的综艺去让大家还是有更多机会看到我吧。然后就是也在筹备自己的歌唱嘛，全国巡演大概也是8到10场，然后呢，希望能够把各个城市都 cover 到，然后尽量的去。多走一些城市，让大家有机会能够来。还有就是自己的第四张个人专辑嘛，是我，也在3月份马上就要上线了，所以还是非常期待和忙碌的一年，觉得有很多的计划要去一步步实现。刺猬。因为血液呼啸，灵魂燃烧，体温升高，心脏狂跳。年度情绪还是刺猬，还要再唱一遍吗？80%，刺猬，是你忘不掉了。对，刺猬一直是刺猬，唱跳。就是驯服了自己的四肢，再去其他节目的时候，好多人总让我跳，就是不像以前那么尴尬了。有刺猬，对，野蔷薇啊，还有家人啊，这个今年都是，而且野蔷薇还拿了年度舞台，所以我觉得这两个舞台算给我来，对我来讲印象非常深的，李荣浩吧，他新出的这张专辑，复古风的还不错，纵横四海是吧？对，我刚刚还落了一个，这水得端平。老薛薛之谦他马上就是现在正在走的这场巡演，《天外来物》，特效超级棒，就是大家可以去完他的，然后再来我的看一看，对。